我是王瑞瑶，现在人在上海的什么淮海中路上，对不对？对。给大家看的这个是烤子鱼，烤子鱼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凤尾鱼。来到这里呢，是因为它叫做光明村，光明村其实就是台湾台北的异常浴法，非常有意思。嗯，我一边吃了烤子鱼，一边给大家介绍这家店，很好玩哦。这个店人已经多到全部进去了。今天是礼拜六的中午，它最有名的是鲍鱼，我已经买了，还有刚刚的烤子鱼、油爆虾，全部都在这里面。我是王瑞瑶。